因为脑动脉瘤破裂而逝世的本地艺人庄俊师今早举殡，家人以粉红花环布置灵车送别庄俊师走完璀璨人生最后一程。现场的亲朋戚友难掩心中悲痛，掉下眼泪。他们心中都希望庄俊师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当个美丽又快乐的天使。今天的出殡仪式在早上大约九点从诵经仪式开始，之后现场也播放庄俊师于2021年牛年专辑《牛起来》的其中一首曲子《春天的梦想》，让许多在场的人难掩悲痛情绪，掉下眼泪。现场也下起绵绵细雨，但这五组亲友、艺人、歌迷、社团领袖等抓紧最后一次机会送别这名陪着大家一起成长的童星。此外，被庄俊师在娱乐圈称之为爸爸的邓志章也特地从中国赶回来送他最后一程，而王雪晶则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最后的拥抱，场面令人心酸。领袖后来奉移吉北湖百郎太平山庄火化，而骨灰则安奉于太平山庄。遗面影像，遗解灵轩，心事。